比较高的位置的好车带，接下来方向会比较好。左半边的平飞安打，不过这个球一颗星就进到不是左外野手的手套，哇，冲过去，结果 out。哦，因为打得很快，一个弹跳，邱志成接到就直接回传到左半边的本垒位置了，结果是 out 在本垒之前第三个出局数，龙队很可惜，八局下半安打出现，却没有办法带回分数。哦，在上一个半局我们看到三垒指导员叫陈平杰往回冲，但这个时候平杰才刚绕过三垒两步啊，哇，这次陈平杰在还没回到本垒前他就知道了没办法了，所以邱志成也是传得快很准哦。